打啊打打死他，你小的不想混了你啊，竟然敢戴我的围巾啊，害得我英俊的面貌已经被人看见了。啾啾，等会儿这个房子门是开的，肯定有人，我要听一听脚步声。就问你，我这一枪帅不帅？ Hello， 你好，站住，回来，打劫！哎，你没打我啊你？有病啊你？这个是机器人吧？哎，你别追我，有点害怕。有这么丑的机器人吗？爆炸头啊！有人打我，你等一下啊，我先把这个家伙干掉。这个是真人，打完我就想跑是吧？滚，三杀啊！你别锤我了，我在保护你呢。前面还有一个，打不到了，太远了。别跑呀，跑什么呀？难道你不想跟我玩吗？奶奶个腿儿，你等等我啊你！跑这么快干嘛？赶上投胎去啊？等等我！哎呦，我跑不过你了我。吓我一跳啊！怎么个鬼似的你？你这个爆炸头啊，不，你这个机器人啊，怎么会没有枪呢？不对呀，按理说系统会给你一支啊，怎么就你被遗忘了呢？哦，这大嘴唇子，我天哪，太恶心了，搞得我非礼你了一样，这使劲锤我，哎呦，就你的血了，不能再锤了。哎嘿嘿嘿，过来过来，咱们到厕所里面来，我给你看一个大宝贝。哎。不是吧，我绕这么远竟然不进来。哎呦，你打我，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，有人打呀。哎呦，真是个猪头机器人啊，去死吧，我不管你了，不管你了不管你了。哎呦，我进来我进来。哎呀，没急救包了，这绷带就一个，有个屁用啊。嘿嘿，他凉了啊，那机器人凉了，应该是山上打我的吧。不能出去啊，出去就被打靶了。这有辆车子，咱们可以用车逃跑啊。嗯，这个办法好，咱们倒数三个数啊，三，走吧走吧，数个屁啊，逃命要紧啊。溜达溜达溜达，走喽。哎呦，这小子打我，在哪里啊？我碾死你！啊，好难受。喜欢你就点关注吧，我们一起吃鸡。